这里还有一家卖早点的。上次有网友说我拍的太远了，要拍近点。这个车还能洗衣服。还有师傅在洗，你看。我们到这里啊，这里河滩啊，看看，这里是青阳五华村。今天那里洗的人多多。天天冷的，我说我吃不就跟着到了，还有点了，有啊，冬子。啊，我这是三多，还两毛多，我小便鸡巴脱来了呗。我小便的，我还两毛多脱来了，撑多。小便干了，那桌子照片子嘞。我撑着，可能他个撑着，他肯定没像你们听的，看看吧。那天我是在那个梯子那里拍的。今天洗衣服的人不多，就这么几个，不多就算了，我还是继续出发。今天洗衣服的人不多。去干了，还是去找人弄。干了，我上次来的。还去留着买。哦。干好的。哪里啊？就是这上一去留着。哦。干好的。上回忙着你，那你弄就起来了，我光在那家他妈的，我那我光把你洗洗了，还压了好晚的。他叫你他洗。不是我啊？不是我的。我。自媒体。自媒体拍的好玩。破坏了。啊，不太好啊。当个直播。哎呀，不直播。嗯。富贵临阳镇，风流谢家村。今天来的比较早，想到这个临阳镇农贸市场，看看有没有毛豆腐。如果有的话，买点回家用油煎一煎，蘸点辣椒糊，再喝点小酒咪咪，那是太惬意了。去看看呀，在修理那个整理这个农贸市场。哎，您好，这里有卖菜的人不卖的？卖菜的，你从在村子里面进入那里，好的你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在过去，临阳镇和沙溪这一带，有一部分人是来自于老徽州休宁地区，所以在临阳镇，你会经常看见有老徽州特色的小吃。还有那个圆子，还有那个什么黄花菜炒豆干。现在是。有临时菜市场。我都不忘记有一家毛豆腐还可以。圆子，这是圆子，等一下看。
安徽农金收款12元。这就是了，没有了嘛呀。装了一下，没有毛的时候。麻的后面。没有了。嗯。哦，卖掉了。卖完了。哦，卖完了。还有豆腐。还有豆腐。还有豆腐。拿豆腐来。来。还有什么？要一块吧。拿两块。干了多少斤？现在。五块。要给你装的。啊。我说装装了，我装了，我后天回市去收了。今天不是。今天不是。晚上就回家里放冰箱。哦、放一斤就行啊，搞一斤啊，搞5块钱的行吗？有多啊？好，好看我那还好。你的豆腐是蒸的还是煮的？豆腐干啊。啊。豆腐干我不知道，我也不做。哦，是人家送给你，好像煮的有点豆子香。4块2块5。你在那个菜市场买毛豆腐是进门的时候靠右手还是靠左手的？进门靠这边。哦，我觉得这边就好吃的。那个、我们家以前是就是你进门嘛，是这个手、啊，是这个手啊？嗯，那是左手了。啊，是啊，正门左手啊。我讲的，我讲的是右手啊。就那个门楼嘛，临阳农贸市场嘛。5块钱的啊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嗯。因为我家卖在那前面卖豆制品，买了多少年了。是的、哦。不过头一年在那边买的很不好吃，后来在这边买的很好吃的。每年都不一样。不一样哦。嗯，他在做的，他每个师傅做的都不一样、啊、他今天做跟明天做都不一样。对对 对他根据这个气温天气、啊、对知道吧、嗯、这个5块钱啊，都是这都是不一样的。徽州的，对，徽州的，这有许多人都是他做的那个徽州过来的，跟那个天气都有关系的、哦、跟那个气温啊，嗯啊，他都不一样。你们不是？我们不做，我们只管卖、哦，我看你们不是徽州过来的哦，我们就是临阳本地的。本地的，有，我看有。还搞啥呀？这个行吧？这个行。有人说是休宁过来的。那我们不是，我们就是临阳本地的。嗯。休宁是属于徽州的。嗯，我在那个蜀城那里，他们许多人讲话听不懂。寄好多钱？给的啊。我买了小徐喊俺说一袋豆腐干子去，那不加了一个吗？这里有野猕猴桃，10块钱三斤。啊，称个三斤吧，应该便宜的吧，10块钱应该4斤吧。那就买不到了，我跟你说我是叫本卖的，不然的话我不会卖给你的。哦，嗯，他也是10块钱三斤。不可能，他不会是10块钱三斤的。本来看他那个猕猴桃比你大点，他那野的。哎，他的便宜一点。啊。那也是10块钱三斤，是不是啊？10块钱三斤。他10块钱三斤不会卖的，我跟你说。这吃一个不要紧的吧？你吃一个嘛。今天的目的地就是青阳的杨梅村，主要是拍一下上次没拍好发抖的，这次重新拍一次那个门楼。这是在路口的杨梅村啊，给它棉花的。今天来就是看这个门楼，没人，要有人的，有历史可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它这个门楼还是别具一格的，两面还有厢房。你看这还有厢房，它这一边靠右边堵起来的，历史上的痕迹。我看看这，来，
这里有厢房，这里以前可以到楼上去，梯子给拆了，梯子给拆了。我看看这里，这里，这还是光绪兵卫队啊，啊，这个字，你们刻的字都是一样的。您好，这个叫什么楼啊？这风景嘛，我是城头啊。啊。哎，这边叫古籍嘛。啊，古籍。古籍不能拆嘛。啊，不能拆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哦。啊。古籍不能拆，那叫雕个，那个都是很修改的，那个里外都打得衬。哦，打得衬，嗯。成的对，那拆掉了。嗯，拆了。外头个弄不都是从修的。哦。就是这么。您好，嗯，这里这个门楼子你知不知道历史啊？嗯，这个门楼叫什么名字啊？这就城头嘛，哦，城子城头嘛。哦，城头，呵呵，嗯，好好好，嗯。我感觉这个门楼子像。这里是一个百年老店，门锁的，去年疫情他还不让我进去，说传染一个，这里的构造就像过去的供销社老房子，老房子做供销社，基本上全国都是这样的两百层。在杨梅村的马路对面，就是有一座过去的文昌阁。这个文昌阁好像还是明清建筑。去年疫情期间，我骑到这里，中午就在这里煮面条吃了。这还不小，它是很宽敞的。这文昌阁，按我们现在的说法，就是相当于那个图书馆，类似于博物馆的样子，放书籍啊，在这里学习。圣殿，啊。
这里门关的肯定有空调，所以到这里来吃饭。这是中午了，还回到临阳。哎呀，是不是？这有啥东西啊？油面、油饭、炒面、炒饭，还有凉面。水饺，水饺也有，猪肉白菜的，猪肉白菜，你搞一碗大水饺，搞个大的。Sparrow than the snake. Yes, I would. If I could, I surely would. I'd rather be a hammer than the nail. Yes, I would. If I only could, I surely would.啊，是烤鸭还是别的什么东西？烤鸭呀，烤鸭，多少？二十六，二十六。这真个好吃。我现在有的那个卤鸭，它怎么搞那鸭硝酸盐，搞得我不敢吃。没有，这个味道很好的。它这个味道好。啊，它现在，其实我最喜欢吃什么卤鸭什么东西。这个最好吃。我帮我搞那个半只呗。搞半只。啊，你来对地方了，啊，来对地方了，没地方放了。我说你来对地方了。哦，来对地方，就看你们都会。我来的时候就看见了。哦，对对对。我来的时候就看见了，我刚回头再看，回头看许多人围在这里。烤的也不好。哪里骑车过来的？就在贵石骑过来。哦，你骑哪里去呢？我骑到阳明山，然后现在回去了。我绕一圈。是贵石的。啊，贵石的。这天气有点热。热吗？现在干吗？你把这个吃着，你赶紧吃着你就行了，没办法。这我看了，这个那盐是烤的怪好的。好吃吗？南京那南京有什么盐水鸭什么这个鸭，它搞的都怪好的。你吃完下次还骑过来？那肯定的，你就不骑自己了，到处都是。不能谈这边哟，这边塞脚了。有皮车，缓缓的。这多少斤了？二十六一斤。我的还没称，可是啦。你还没称。哦，还没称。这都他一共带走的啊。哦。好，他称两只的，我带。